我们已经把底好了，你可以踩到底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是你啊？我是来换衣服的。换衣服？来来，一二三。 干什么呢？我醒了。你怎么醒那么早？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你这个床太软了，睡得我腰酸背疼。床软？那下回你睡地上。我睡地上，你舍得吗？这有什么舍不得的呀？<笑>我说，我们家好好的床不睡，非要睡在这么闹的地方。我喜欢呀，我喜欢这种歌舞升平的感觉。<笑> 那个，我想出去走走。哎，你上哪儿走去啊？醒酒啊！我说，怎么东江的酒比洋酒有劲儿那么多？我快不行了。那我陪你一块儿醒去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了，我现在闻到你身上都是酒味儿，我快吐了，我自己去好了。啊？你以为你自己身上没酒味儿啊？你说，哎。 哎，晚上还有事儿啊，你早点回来。知道了。哦，这晚上是没少喝呀。哼，哼，啊！ 醒了，爹，醒了。来，扶我起来。慢点，慢点。慢点。天泽，给我点水。哎，爹，我得跟您承认错误，我不该擅自上台破了戏班的规矩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如果您生气的话，要不您打我骂我。
马老板，马老板，哎呦，马老板，马老板，你坐。马老板，真是对不起呀、啊！你看出了这种事儿，都是我这个班主没有尽到责任，让大家期盼的，这开门红没有做成，真是对不起戏迷，更对不起马老板呐、啊。马老板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等我。我这几天把身体养好了，我再重新登台好不好？马老板，这几天的损失我一定会补上的。我就是倾家荡产，我也不能再让您受损失了。您能不能看在我九岁红堂堂名号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九岁红，果然是九岁红，名不虚传呢、啊。既然班主都这么讲信誉，我马某人岂能弃戏班于不顾呢？那戏院的戏啊，还得你们戏班来唱。哎，班主，您身体抱恙，就应该好好休息休息。等好了再唱也不迟啊，是吧？不是我。我没事儿的，这戏嘛，就由天英姑娘来唱。啊？啊？只要天英姑娘继续登台唱主角，好好唱，你们戏班的营生啊，不用愁。哎，马老板。不是的，是这个。班主啊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昨天呢、啊，虽然你们在我这儿惹出点乱子，但是你们戏班的名号啊，是打出去了。就因为这样，买票的人可是爆满呐。真的？以后除了晚场，这每天下午还要再加演一场。哎呦，这些观众啊，可都是冲着天英姑娘来的。是啊。这一乱呐、啊，乱得好啊！这越乱，才能显出咱们这小妮子的稳呐、啊。小小年纪，就这么能镇得住场，临危不惧，唱腔不俗，加一时，必能成角儿啊！哎呦，哎呀，马老板不敢当，不敢当啊！他年龄还小呢、啊，这么多的赞誉，他担不起呀、啊。哎，谁说的？这是东江，没有什么不可能，更何况。洪家二当家的都说唱得好啊，那岂有不好的道理啊？啊！那行，班主啊，那您就踏实休息啊，我就先告辞了。王老板，谢谢您了，真是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快送送马老板。客气客气啊，走了走了，慢走啊，我就不送了。哎，对了，天英姑娘，嗯，今天下午的演出，你可千万别迟到啊，咱们戏院。可都指望着您呢，啊！知道了，马老板，您慢走。哎，班主，您歇着。慢走啊！哎，行啊！爹，您就在这儿好好养着吧。只要他们愿意让我唱，我就唱，我就把您欠的这些损失全都补回来。其实啊，这个损失啊。也不能怪在咱们头上。你说咱们租马老板的戏院唱戏，是吧？这个按比例分成，他就应该保护咱们。这退一步说，咱们和那兴隆馆无冤无仇，他们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找咱们的麻烦，是吧？那他们是来找谁的麻烦啊？表面上，他们是在找咱们的麻烦。其实他们是在找马老板的麻烦。马老板的麻烦？